师傅啊，你那是现在放饭，军医的队肯定有消息，打，往回来打。稍等稍等，裁判团示意我们山西队的张铁和耿浩的距离非常近。哦，解放出来了。真正的冠军是山西代表队的战铁张铁，比耿浩慢了0.01秒。冠军是张铁，冠军是张铁啊。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冠军将得到由搜狐娱乐特别提供的20万现金大奖。一个20万的废话。哎，我是法拉利保健药品集团总裁，我叫李法拉。关键奖，我有个代言给你，你有没有兴趣？你呢？今天在那呢？哎，赢得好！肾白银鹿茸糖浆，尽显男人阳刚。肾白银一开，好事随便来。师傅从小就教育我说，不坚持到最后，绝不。那个老人在放着。你在这等等，快去了解，什么好事都让你干。从小就会蹬车，啊，正好终身竞赛他就完了。搁旁边他是个三无产品，人早就跑了。我打不过我球还得我给你跪着呢。你干嘛师傅？你用不着在地盘上课了。你拍下来了没有？就我还拍一拍，你当我稀罕你啊？我本人在那洗的。哎，你等，哎，你别管，别管，走走走，你出门我，你到位，你处理我就行了噻。什么他妈证据啊！我跟你说，师傅，你看不出来他们要什么？没给上钱，给上钱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没事要钱，我得有。去哪里都是坐你的船，你干嘛打我的主意呢？我该不是放在这里吗？对不对？他要是不见了，我的手指都保不住了。哦，啊，万峰，万峰，
哎呀，我忘了打麻将要换风了。我换了位置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拖把。阿杰，你是太冲动，没有礼貌。你看打成这个样子。兄弟啊，拍谁呢？误会一场。你痛不痛？应该会很痛。你不要死啊，不然没人开车到内地啊。谁会开船？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นี่องค์การนักกีฬาคุณมี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คะครับต้องการรับบริการ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คะไม่เอามันจะร้อนมั้ยผมจัดให้阿杰，你罪孽深重，消消业了。大哥，这里没肉吃，吃香啊，还是住酒店嘛？住酒店？你有台胞证吗？八天嘛，八天我们就回台湾了吗？跟佛祖住近一点会怎么样？比赛快开始了，泰国队应该要到了。เรื่องกระเป๋าไม่ต้องว่าทำไรเลยให้ค่ะชาไซ哥也信佛啊陈我入行这么久第一次看到这样带货的哦厉害 ，money， 哎呀，国有国法，行有行规，我这个人最守规矩的，安哪验什么验呢？大哥，别讲阿醉了，阿太听不懂了。哎，说的也是啊，没文化。向大家奉献又香又鲜的海鲜。收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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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了。这就是你的品牌效应，净招苍蝇了。你喊你那个厨师长呢？我都新看到茶饭子，你还怨我啊？你还哎。我就当跟疯子养土了，我银牌要要钱。你别搞啥物了啊！你说好了，我收的这点儿事。你还想不想给我送货？说过五十就五十。浪费资源，发财啊发财，顺利顺利。你那边狗改不了气，吃气息。我跟你说，这叫品牌效应，你不用那才叫资源浪费了。我要不忙活，不忙活，咱俩人都得吃屎。你说拉着气去么子？吃螃蟹，高蛋白啊，有助恢复。来，我给你打个电视，过一会儿给你扒螃蟹吃啊！别说了，还没钱，没钱晒太阳都是二十五的。这个活动最重要的
这回馈乡里，让所有朋友们都能够得到健康，在普天世界。我这个败下老头，不吃白糟蹋你，这好几十埋了，这是。哥，你就骂吧。我跟你这个脾气，早晚单独闹些事，你就舒服了。就他。法拉利集团秉持着悬壶济世的精神，能够东北出猛虎，你想猛虎出牙的那个感觉吗？一个男人要勇要强，谁知道能搞搞开学得天学都对不起，干没干啊？我跟你一柱擎天，心枪不倒，英雄雄见识都没安诺，这说你安心干没干？勇战！我跟你讲，给你强，给你勇，这是不在话下。你要吃下去，还真是他。小有钱了，都开赞助比赛了。抓他！抓住他！散了吧！抓他他能认？多长时间了？他又没证据。这人不能怨社会啊！九零后的都出来混了，我多大了？关键手机你就学！老子今天要抓不归你好了！推出这个药品就是要造福大家，我们的广告口号是什么？超男人复兴中心 yes。 就是俺们。全套的有折扣吗？哎呀，他买了，那咱得面他。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不完，给完钱袋子还你。对了吧？高风险要有高回报，我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。我可是守法公民，不能再给我任何麻烦。没完的，那是干啥吃的？绝对意外。够专业，我等你们消息。他为什么一般推死他？你把模样记住了，你怎么照片删了？不少不专业，都肥成我了，你还记不住他？意外还不容易？我去搞辆车，不就造个车祸吗？哎，量啥呢嘛？我都量过了，5.7米，这是全车上最大的一辆。车身和路面一样宽，只要它有速度有力度，超度它没问题。就是他，给你麻利点了。姐夫，咱这样弄会不会多行不义必自毙啊？满嘴顺口溜，你得想考研呀、啊。没胆量哪有产量？你不想去俺妹了？你不想去俺妹，我还想去你姐。没钱咋办事儿？赶紧。妹子，你这叫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有人花钱买你命，俺也是迫不得已，对不住了。
哎，我真鄙视你，刚才白打你了。我就让你看一下，啥叫干一行爱一行。尿了，尿你还上了，你看你恶心不恶心？不会叫。我就想吃多少钱，我就想吃多少钱呀！我得罪谁了？大伤哥哥一万，协调队2万。那我要全套的，有折扣吗？李法呢？李法我爸呢？我今儿把你6万！姐夫上头，这还多1万，利润高。用你有话讲，就其余决定命运。真的，你把俺当啥人了？俺们是杀手，冤贼，你知道不？好几种户型，您看看，有大户型、小户型，楼中楼，包括还有私人别墅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位先生不好意思，请你不要抽烟。我们这里是高尚社区，上风上水，地下 CBD 人生后花园，按均价仅售人民币30000元整，值得一生典藏。请看这边，全市的楼价都在涨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绝对有升值的空间了，我告诉你。小鹿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可不可以不要站在我背后对我默哀，去冲杯咖啡好不好？啊，都背影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目光有够专业了，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。请看这边，稀缺阳光豪宅，双卫大客厅结构，复式设计，仅余一席。人家是复式结构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是往下一层，好不好？仅售6万块钱，而且是附带豪华精装修的，好不好？起价。世上有妈妈好，有把你孩子想怀抱，走进妈妈的怀。这就是我们物业公司最新推出的虎舞项目，18相送，一水黑，看上去就像黑社会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要的就是气氛。绝对的庄严肃穆，绝对的气势如虹，搭灵堂送纸钱，丧葬服务一条龙，一条龙，这么好的服务，我天天在这里上班，恨不得都给我自己来一套了。咖啡。小鹿，你做事情动动脑筋行不行啊？给我干嘛？给客户啊。怎么样？想好没有？要不要来一套？那个，你这还有没有点再便宜点的？哎呦，我跟你把话都讲成这样了，那抱歉了。我们这里是墓地中的 CBD 了，没有钱的话可以考虑请到庙里供养。哎，我说你哪个眼看着我没钱了？好像没有电炮啊。没有。有空调吗？都旧成这了，不值5万了。少一分不买。有原则，5万就5万，就当交个朋友吧。来，
喝一口。现金啊？没问题，现在就给我取现去。我不用取，我没喝就没喝，真是的。车辆暂扣，下周到店里领车。啊不，哎，师傅不，领导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车真的就有急，我真是的，你帮个忙，帮个忙。哎，我是警察，原则懂吗？兄弟，我先走了。我不认识了。你是？是买银眼忘了？你是耿健将啊？哎，排好了，排好，整齐一点点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前阵子吧，出了点事儿，俺师傅吧让你给气死了。啊，不，没事，你别害怕。我就寻思，你看能不能把丧葬费给出一下？你不觉得我们？很久没有见面了，那一见面就谈钱伤感情嘛。你师父死了，你找我拿钱；他爸死了也找我拿钱。那他阿姨生小孩，我是不是要付产费？没有道理嘛。这个社会就讲求证据，你要是能证明是我把你师父气死的话，我就给你钱，好不好？切！哎！看看，你都是要结婚的人了，胡看看，婚姻不是儿戏，你要专一呢。俺妹子可等着你，就你专一。我买票都上俺姐的车。哎，你咋可把照片给删了？不少不专一。救命啊！小姐，你能吃苦啊？救命！你认不认？认不认？啊！我认。你害死我师傅，你认不认？啊！我认不信我，耽误时间，来那么多条子不能交易了，下次，收，快！没问话。对，是要有精神的，来，能喂一点。你们每次在排练的时候一点都不专心，你们在干嘛都不知道，我都不想跟你们说话了，你知道吗？看什么？就看什么。好家伙，恨你！我跟你说啊，你别看你画的跟个斑马似的，进来人你要敢胡说八道，我真……别看，回去。人呢？没人啊？怎么可能找不到？等一下，我这边很熟的，没有其他出路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怎么可能？哦，对，凶器。他又在打我的头，是凶器！我全在我掌控当中，出来啊！你出来啊！你再敢打我的头啊！你在我这边，再敢打我的头啊！
冷静点，先下来，先下来。里面是机房，你跑不掉了。跑不掉，知道。好小子啊，看你往哪跑！你给我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臭小子！不是我刚哎哎，你这里信号不好啊。啊，我知道了知道了。出来吧，怪别扭的。哎，帮个忙。喂，快下。出题了，出题了。喂，你干嘛？什么大案子？原来是打架是吧？打架就不办了是吧？你不要看不起小案子。警察，警察，怎么了？不要着急，有的是机会。说什么？怎么了？一个满身纹身的家伙啊，把我撂倒进来了，从后门逃跑了。满身纹身，没穿上衣，肯定跑不了。你看见能认识吗？这件衣服忒丑，我都把你认准了。我妈的，就是他。大哥，拿到货就走了嘛，何必在这里受罪呢？你懂个屁呀！瞎想，外面条子那么多，货在谁身上，谁就是最危险的。难怪不顺利，没问路嘛。阿姐，还有五天。五天，一定要搞定。这样不就顺了吗？他这是抢劫，他这是勒索哎！我是讲法律的，他竟然能够打劫我，他凭什么能够抢银行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调解赔偿还是扣人，你自己选一个。赔偿？我的肉体伤害、精神伤害怎么赔？我给你算的五十万币。啊，多少钱？五千？你开玩笑，我给他五千？行了，我看出来了，都一样。我跟你说，就会冤枉好人，不是？怂的头还怪怪的，上来，服气的，还动，还动，还动，嗯，还弄得慌的很，吓人的这个。哎，
你都快破产了，你还敢雇凶杀人啊？你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么热的天叫我给这双手凉快凉快。对了，咱把木呢走。嗯，你咋姐夫，等拿到钱再弄也不迟嘛。看你个怂狮子，那真鄙视你。姐夫，你是人的心脏在左边吗？右边？废话，当然是右边嘛。右边。报应俺兄弟。这边。顺利拿到尾款。狗日的，这么热的天穿这样，真他妈有病呢。哎，我怎么不是说有空调呢吗？我还把你给闲不见了。哎。哎，有了，还有凉风了。刀刀毙命，死得其所。你再把我干开了，杀个人而已，顺手个事嘛。咱先把尾款结了吧。姐夫，你看这电视多大，多特色，咱啥时候能用他这电视？走走，有点城府。走，走啊走走走啊走啊！你们不说把人给杀了吗？这不好好的活着呢吗？你俩想骗我钱是不是？滚，滚呐！这不能够啊！这证人啊，明明就是你两个他妈的被策反了，当汉奸、走狗，背叛我！哎呀，你俩是两口子，你早说嘛，还弄得你杀他，他杀你的，弄啥呢？夫妻这么多年，居然买凶杀我，你少来这套！这就是证据，这就是你谋杀亲夫的证，我告你去！你给我拿过来！什么？你猜什么？你们俩给我上！这一万都归你们了，快点上啊！什么？我出7万，我出8万，弄死我！哎呦，我跟你拼了！来呀！我跟你拼了！来呀！这个臭婆子，臭婆娘，来呀！来呀！还抄家伙，你看我怕你啊！死你啊！我都看不起我，都不信你，你拿点回家去，拿点回家，没错。来呀，没有，完蛋了！你这事情也太复杂了，大不了这买卖俺不走了吗？就是，两口子们有啥事不能对话解决，还动起武来了？宁拆十座庙，不破一桩婚吗？走，再走，好玩的。你好好的。先生老公要杀老婆，接着老婆要杀老公。哎，难怪别人说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姐夫，
咱可解散伙了。少少少，就会少照片，连个人你都记不住。我跟你说，你敢不去俺妹子，我都不去你姐。反正我把你姐肚子也弄大了。啊，姐夫，那你说车上我认识谁呀？正在他玩，管他谁，放里去瞧。干一行爱一行，你懂不懂？一天到晚满嘴顺口溜，跟咱有业务倒有啥关系吗？扔到路边就行了，赶快走。你咋了？得踩住尾巴了，啥都干不成。咋了？你舔我该水嘛？夫妻这么多年了，你要是不跟我离婚的话，我就不会做这个事儿啊。我的个性你很了解，我这个人是重感情的嘛。我看你是对我的钱有感情，杀了我你好继承是吗？不要杀我吗？给杀！没呀，杀呀！你卖凶气嘛？这都是误会嘛？误会！今天我打死你！这是误会了，别管我亲爹，你别打！不要再用钱打我的头！你欺人太甚了啊！狗急了还不要强了，我是拦住俺，热血男儿。好一个热血男儿啊！你长能耐了是吧？你来呀！你吓唬谁呢？姐夫，这闺女把他还有个车。哎，掐不来，这怒发气！这都弄的啥事嘛？俺姐说不敢来，不敢来。你没本事能挣钱，钱没挣还成了杀人犯了。结婚生我的好儿女，结啥的婚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看你有点出息。姐夫不弄了，干一回大事，得有效益。他来上手，让咱赔了。找我吗？我以为家里都死光了。警察不是都处理完了吗？想不到找到我们家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想找的人还没有说找不着的。来，什么意思？你打我一顿吧，把钱还给我，我有急用。我还正想去找你呢，我钱都准备好了。你现在急需用钱，我还把你的钱给收了，不应该嘛？啊！我好替你师父做点事儿。没洗，消消皮吧。不用。你这个钱真给我了？是啊。不过这点钱也补偿不了什么嘛，哈。这个样不，早这个样怎么就不用挨那么顿打了？是不是？打得好，不打不成器嘛！啊！哎呦呦呦，不然来，你打我两下吧，好不好？
我，这你还回来，咱俩平了，不行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慢走啊，说啊，拜拜拜。哎，玲子，玲子，玲子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哎，竟然在咱铺子了。你谁啊？我嘛，那个不要紧，你用车用就行了，用啥玩意儿？是你啊？哎，玲子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不这两天不乱七八糟事儿，一直忙活，也没到队来去处理。你看，这不今天找你在这来，咱就私下里处理就行了，好不好？那不行，程序还是要走的。我这么大，我还能不懂个程序是不是？你拿。哎，你这干啥？别别，拿，帮忙帮忙。小伙子，我看你人不错，是这吧？以后想开车呢，把酒借了，这车给你，钱不能要。哎哎，我们有原则，长个记性，赶紧把车开走。啊，你说让我怎么说？这是我今天真是我太谢了。谢谢啊，玲子。得是我俩求助了，咋让他开走了嘛？正愁没地方扔，咱得抓紧，人家迟早要发现这兵哥来。现在那屋，你小声点儿。咱现在改行了，你还以为你啥事儿？咱是贼。警察，杀人了！耿浩杀人了！快救救我老婆！快！下不了手吧，我帮你。哎呀哎呀，救命啊救命啊！谁怕谁呢？你有没有人性啊？啊，你老婆你都下得起手？就是，那是职业的，俺都下不起手，你咋这么狠心啊？两位饶命啊！饶了，你想害谁呢？你也真够阴的，做人要有原则。把钱拿回来，是说你摊牌存款，戴罪立功了。你挂着呢，跟你说干一行爱一行嘛，滋味儿。昨天我钱哪儿去了？刚才被人家拿走了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我看你是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
签约搜狐娱乐，您是打算影视歌体四期发展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的同名主打歌呢，体要和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。连这里的房子都在涨了，你们这些建商让我们老百姓怎么过、啊？小姐，我是真的有事情找他。Sorry sir， 我已经说过了，他真的不在论。那住几号房？我自己上去找了。抱歉，我们的酒店非常的 international， 我们要保护客人 secret。干你老母的，请你们帮忙找个人，怎么这么啰嗦、啊？是不是太多了？你知道这是五星级酒店吗？你礼貌在哪里、啊？我礼起上面太多。你知道什么叫礼貌？他们在赛啊！在赛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我们是赞助厂商，需要找到泰国队李先生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这我名片。邢娜娜。拿？不，对不起，拿错了，这是我太太。都跟你们说，热媒人自己听的。欧元、美元、瑞士法郎，通通都是外币，喜欢哪一种？哪个最贵啊？哪个最贵要哪个？是，那是俺师傅，天生就好个面子，是上了那面也得让他风风光光、漂漂亮亮的。是，啊，这个就算了啊，我估计他不大好这一口。是，啊，那黑社会我也要啊。你是说十八相送？没有问题，到时候到庙里面去接你，带上纸钱，一路撒到这里，绝对气势如虹，绝对庄严肃穆。来 copy， copy 什么？咖啡是。我要我的音乐。快使用双截棍儿呼呼破黑呀！快使用双截棍儿呼，快使用双截棍儿呼。魁兄双截棍儿呼，魁兄双截棍儿呼，魁兄双截棍儿呼。警察，消消消，东西扔了，警察，警察，警察，你干啥？过来，你怎么回事？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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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案了，报案是吧？报案你的，等会儿警察就都帮我吧。过来，走，我是不是他们去现场了？哎。是的，是的，哎呀，我跟你别干打了，我常说那个人就这么站着，一直这么站着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你先别打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那是个冷冻车，前阵这个车没带我这个店，是给扣了。没看到我正忙吗？他不是我前面到停留两我别看，什么表那钱，然后资料传过来再说。哎，对对，啊，哎，一份资料正在发传真，还没拿到，对对对，报案人已经失踪，技术科的人已经先过去了，对对对对。叫什么？你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！犯罪嫌疑人叫什么？耿浩，这名字挺耳熟。哪个耿？你先把这个报案人给接待一下啊！哎，人呢？好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
走了。你不是想哭吗？我跟你说，现在不把钱拿出来，我让你哭个痛快。我真的没有钱了，你们刚来之前我都给了耿浩。没钱？没钱你还雇凶？没钱你还雇凶？我杀了他不就有钱了吗？你现在不是已经杀了吗？啊！你现在不是已经杀了？我继承遗产要等法律程序，你们懂不懂法？懂法？干嘛你还杀人？干嘛你还杀人？其实我知道，你是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。你想跟我学东西，这很好啊啊！但是学东西就应该有一个学东西的态度嘛，啊？你什么态度啊？哎，回去给你倒杯咖啡。该冲咖啡的时候你不冲咖啡，现在三更半夜你给我冲什么咖啡嘛？啊？就你这种悟性，你学个屁了学？喂，张丽，我想改明天。明天事情明天再说嘛。不行，我明天有急事要走。必须是张丽明天。加急没有折扣啊。那明天早上起来8点，我在庙门口等你，啊！我跟你讲一个潜规则，态度决定一切。好吗？结账。热子，一定就在附近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就知道出事了。对，是下面人从的。当然不会是条子喽，这回肯定是黑吃黑的啦。还送到门口，我们早就被人家盯上了。干什么干？干什么干？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人家敢来找我们就不怕我们。把枪收起来。我们把人送给我们看。就是想告诉我们，货在他们手里，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又不动手，我看他们是想交易。等他们现身。你得今都没上班。这么早就来了？早起鸟有虫吃，
那不黑社会吗？就这么几个人啊？时间匆促，人少好办事，生意和谁都是做。希望大哥多多关照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那东西都带了没啊？哎，钱带了没啊？阿娘，进。就这么点儿，就一箱。行情价了，大哥。敢问货在你这里？我真好，我要是没急事，我……啊，算算算，我不跟你计较了。这样啊，来，这个东西我今天不能送了，你帮我带过去吧。兄弟，我入行这么久，第一次看到这样带货的，厉害厉害！哎，你点点钱吧。私人钱点什么？够豪爽。好吧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这是？兄弟，我们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什么知识？什么知识？那干没干过呢？那是干什么这是？来来来，钱拿回去，我不要了。那干不了，我找别人干去。什么？哎，不必了吧，兄弟，我这人最守规矩的，你信我，我信你，成交。阿姐，给我钱！一群神经病！哎哎哎哎哎！还一条龙我！佛祖保佑啊，一切顺利！老爷，这分量够不够啊？阿娘，别拉后生，一大早就见白，真丧啊！要不换个车吧？有钱就不是你了，这不是说钱了？我刚安总。老爷，味道不对啊！脑子让门挤了吧？那味儿都对了。国有国法，行有行规，本地的帮会太没有礼貌了。干嘛哩？排气筒坏了，架子拿出来检查。干嘛去？啊，去拉海鲜。把脸擦干净。谢谢，谢谢啊。走，不查小车。哎呦！按什么按？人家警察不让走呀！哎，怎么还不走？啊，走了，我们不查小车了。啊！停车！
那怎么回事啊？我他娘成杀人犯了！我哪少个人来我？是我小时候不大听的话，你也不用这么玩我吧。你不给我帮佑帮佑我，你不能闲眼令啊！我现在我上哪去？我上一分钱都没有，跑哪去我都不知道。干了吧，你不用管我了，你自己在那边好好的就行了。我把钱给你捎过去，以后我也不一定有时间过来看你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公司对客人的资料是完全保密的。我是他朋友李法拉，骨灰我们都带来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们公司是有规定的。规你妈的定啊！跟你要个地址，你个靠背哦你！你俩可恶的！哎，干什么干什么啊？欺负人呐？啊，是不是？三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，是四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女生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破早操，对不对？哎，收拾好了，赶紧弄。开了开了。妈的骚货，你敢跟我斗智斗勇？你啥意思？你哪儿子？我哪敢管你们了？他不相信我，他把我跟放狗一样。你们我根本不知道在干嘛呀！还不露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在干嘛。我明白，咱都没办法了，把他扯开来，连柜子一块弄。冤啊！动手！掘地三尺要找到他们，会电会。向东，你这俩还有爆料呢？这是三，我看出来啊，你还是个大毒小子。多少钱？卖给谁？卖给谁？不是，你别装。妹夫，哎，够了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快过来。咱给你布点高干呗，知道了吗？你还是个拧子啊！哎，我看知道，我让你知道知道，啊，知道知道，啊，哎，好好好，真小毒，哎，谢父。衣服里的，就这一个号，没电了，赶快把这号记住。瞎想，应该有什么线索吧？破杯子要干嘛了？
请问你要找哪一位？货在我这儿，你想要不？港文兄弟是什么货？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，都是业内人士，啥货？白货吗？兄弟，你让我好找啊！你现在打电话来想怎么样？我们的原则是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你们要多少钱？行价吗？好啊，行价，20万美元。你可要来拿哦。哦，成，成成。那在啥地方交易呢？大化街41号，有部计程车，6777。多少钱了？姐夫，咱老改行，这不是咱的原则吗？不会多行不义不义之弊吧？没有胆量，哪有产量？高风险要有高回报，20万，才20万美元，兄弟，机遇来了，把东西拿走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，谢谢了。够不安全距离啊！你干什么你？你小心火烛啊你！那人还在点吗？再弄的，你娘的，改变！对对，他最想要了。你他们怎么样？可惜他们做事不长心眼。哎，姓耿的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这次你要是不赔钱，我他妈就去告你！什么意思？你有病是不是？那个李好拉抱着骨灰过来，他不买也就算了，还打人有没有？还砸场子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你的钱一分都别想拿回去，我说你轻点好不好？可不可以有一点爱？是你提供的情报哈，据邻居反映，耿浩家有动静。耿浩是在你面前逃走的哈，还2次，啊，这回事比较大啊。收队，走了走了，收队。医生，
你先找点人了，我是来要你命的。要你命的，我是来要你命的。我不是我杀的，你也是我害的，快叫我出去。等着，等着。来，把刚才说的再给我说一遍来。快说。我是我杀的，你也是我害的。这个钱是谁的？是不是你的？是不是又想害我？俺师傅的骨灰呢？骨灰呢？骨灰呢？啊！你还给我装死！你看今天晚上这个情况，这个车这车不能停这儿啊！把它开回所里去。咱们发现的，为什么不让我们插手？就是这车。跟上你，哎呀，我给咱发信号。哎，他们咋走了？急呀！有原则，电视上毒贩交易都要换好几个地方呢，快快快跟上！别给我装死啊！什么事都没给我说完了。不能吧，有一条人命。有点还等糊涂，将军，再入行前，跟人家好好学。是这吗？我们丢队，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同志，出什么事了？同志，不知道。同志，是我摔的呀。你没事吧？要不要给你叫120？没事吧？
来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这是怎么弄的呀？哈地了。哎，你等等。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过来领帽子了啊！领完帽子就可以上车了。来，快点！订单马上开始到，就来不及了啊！快点！你看，你赶紧的。来来来，给我帽子挂上，上车了啊！哎！各单位注意，发现疑犯刚好上了赛场的接送车。各单位注意，各单位注意，发现疑犯刚好上了赛场的接送车。我们已经到体育场，路口在哪？那边，走。站住！别跑！哎，看见了吗？没有。别推我呀！别推我呀！干嘛呢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别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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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这都惨了。等会儿，把你车给拿过来。在那边啊、OK sorry sorry OK OK 那个比赛 there here there 啊、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 那法国队有亚洲外援、各位运动员，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装备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，你快点，十号，五号赛道，快！Thank you.
进，跟进，木兰木兰，这么多人上哪儿寻去？那咋知道呢？我们怎么办？撤撤撤！哎哎，你看，快点！没油了。
怎的这来？我还告诉你。回给我，你根本就不用想做。我的货呢？货呢？货呢？你都怕你是跟他成龙的，你就用的你。哦，最后一次问你，货呢？别看见，别坐，哥，站住！跟人见谅，我这运气始终都比你好，我看是你走不了了吧。又错过了。十号了嘛，一手交钱一手拿货，费这么大的劲带着俺胡跑啥呢？先就是嘛，这货你们到底还要不要了？看啥？你看，赶紧拿钱来，美元哦。哎哎
干啥？别动！干啥？干啥？老师，黑吃黑的呢？干啥？什么黑吃黑呀？警察！那叫你莫杀人，那看见那个叫李发那的，把人杀了。还有呢，毒品真是俺实行的。哥呀，你啥时候放俺？俺等着回去接我。说你知道的。啊，你不说话吧？俺师傅给我的钱我抓不抓了？你师傅不是死了吗？对，这不就是俺李虎给的吗？偷吧。俺娘呢？我。无礼貌。光张嘴巴不出声有没有？假唱有没有？早就跟你们讲了，要跟客户同喜同悲，可不可以 professional 一点？老头啊，你不好再闲闲了。哎，行了，你就不用替我操心了，你就自己在那边好好过吧。